那它简洁的时间够了，这个地方的充电。 订了三块，都拿出去了。你好，赵主任。哎，你说你不好意思，今天你不上班？哎，在家忙到老板一个人。哎，啊。你什么时候又订两块？上块什么的？啊？我上次我记得我订了两块。第一次订三块，让我给用了；第二次订三块。 给那个谁一两块，给康威胜了两块，还有一块给那个谁了，阿毛，宁波的阿毛，今天给的，早就给了，来了两天就给，我忘了，应该是最后一块戴阿毛了，大姐呢，库房大姐就是。 打算让老李出去几天？<笑>
老赵，搞不住你，还练去吧。现在是练去，还练去吧。